上面一点。哎，对对，右边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，慢点。哎，小邓，谢谢啊。没事。那个，荣邦现在怎么样啊？老样。这钱啊，你先拿着。这是干什么呀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拿着吧，真的不用，拿着拿着，别客气。喂，师傅，小丁，你赶紧过来。荣芳，荣芳她醒了。醒了？荣芳醒了？哎，我得去一下医院。那你赶紧去，要我给你看着。对对对，快去快去快去。荣芳，荣芳，荣芳。荣芳，我是爸爸，你不认识我了，荣芳。大叔，你别着急，荣芳姐刚醒。啊，荣芳，我是爸爸，快快醒了。那么久，醒了。出去看什么看呀、啊？有什么好看的、啊？又不是动物园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荣芳姐，我是你的监管护士，我叫小兰，你别紧张，他们是替你高兴呢。是啊，你都躺了一个多月了，多亏了这些好心人帮忙，要不然……大叔，你别难过，这荣芳姐醒来是好事儿。医生一会儿就来，我去看看。好好，荣芳，居然醒了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摔得那么厉害，医生都说肯定是植物人了。哦，多亏她男朋友每天都过来照顾她守着她。就是现在像小丁这么好的小伙子不多了。就是不容易啊。就是让你们小点声啊。哎，小兰儿，真多亏了你啊，要不是你把这事儿告诉个报社的人，他们也筹不到这么多住院费。哎呀，人家荣芳姐吉人有天相，跟我没关系。哎，小丁，醒了。嗯。荣芳，荣芳，爸爸在这儿，小丁也在这儿呢，你不能再睡，你醒醒。荣芳，他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待会儿再拍个 CT 看看，脑部淤血应该还没有散，恢复需要一些时间，你们也不用太着急，情况应该会慢慢好转的。医生，他以后可以说话吗？这个要看病人的情况，开始应该说不清楚。小兰，你准
说话呀！啊，他打我，他还说是你把荣芳姐推下楼的。什么？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他就打我，他还说他要去派出所。你找他干什么呀？娜娜，我。太狠了，这女人！我爸他一直纠缠你，太傻了。他还说他有证据，说你乱用善款。丁大哥，他这样的女人，你怎么要跟他在一起呢？忘了你做过些什么，丁大哥，你不是说要跟他分手吗？你敢跟我分手？啊！好，分手，你敢说出真相吗？夏如芳到底是怎么受伤的？你敢说吗？别说。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是你把夏荣芳打的。快说！我要去告你，我要去告你！靠！你想害我？我他妈气死！丁大哥，你别冲动！救命！丁大哥，你别冲动啊！我还有点你吗？掐死你就没人知道了，掐死你！哎，我去，快点，快说，谁呀？哎呦，快说，没事吧？我不是还没让你进来吗？这都快出人命了，我还想看他们都撕一回。这是证据，狄行长期以来对夏荣芳进行家暴，导致夏荣芳昏迷。咋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想治治你这个渣男。你这，哎，回去坐，哎，老实点。加油，荣芳姐。老弟，大炮，再来。荣芳，荣芳。太相信那个人了，太感人了，我又得发朋友圈了。你闯这么大祸，还发什么朋友圈？这不都解决了吗？而且我们主任说，这次案件够足够，年底评还是我的，臭不要脸的。丁星彻底交代了自己长期家暴夏荣芳，并导致其重度昏迷的事实。他退回了私吞的捐款，并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而夏荣芳在父亲和蓝鲸的照顾下逐渐恢复健康，迎接崭新的未来。